6月6日，杜淳老婆在社交平台晒出一家三口的温馨合照，并配文：生活里的快乐瞬间，今天去陪爸爸工作，杜淳开工带着妻女，一家人整整齐齐，超温馨。画面中，王灿戴着棒球帽，披着秀发，身穿白色短袖 T 恤，搭配牛仔短裤，又美又飒。杜淳一袭白色背心，搭配印花衬衫，同样帅气又有型。自从瘦身成功后，杜淳越来越年轻，这次出镜，他的发型也尽显年轻活力，完全不像是40多岁的样子。小蛋脚穿着白色衬衫，搭配粉色短裙，可爱又俏丽。画面一转，王灿又换成了一副拽姐的表情，还一把搂着老公的脖子，飒气十足。杜淳全程配合着娇妻，一脸浅笑，写满了幸福。王灿自从嫁给杜淳后，就一直都饱受争议，几乎每一次更新动态都会招来一大波恶评。而随着这些评论越来越多，王灿的心态也变得越来越好，完全不会被这些流言蜚语影响心情。最后，也祝两人永远幸福。